自闭猪，跟我玩自闭猪。刚才那套是一套防反的自闭猪，主要的一个思路呢，就是各种防守，然后赚取费用之后，猪回去打一套啊，蹭一点血，然后回来继续防守，就这样一个思路，非常无脑，然后也还蛮容易把人打上头的啊。这是个什么？这是个猪吗？哎，不要打我塔，不要打我塔！小克普林呢，主要可以过一张牌。那这里是一个什么套路？管他什么套路，我们把火箭交了。啊，小单位，小单位我根本不熟啊。哦，这个套路是吧？早说嘛，早知道这样我不这样打了。你把我们的火箭也交了，结果你告诉我你是个房子，电塔还是地上。来不及了，火箭来不及了，火箭这边肯定来不及了。漂亮，还有人在那边挡路，我真是醉了。砍了一刀，可以可以，挡一下，1400，那是1400的1500的1800，1500的1800，那我们是要采气的，我的核弹要留在手上，要用来解他的三个逗逼。那费用就不要用完了，这样的话费用不要用完了，千万不要把费用用完，用完费用很危险。等他的下一个攻那个哥布林小屋啊，什么哥布林小屋，下一个那个哎 ，OK， 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砸掉。他不放我们就不砸。他在过牌，他在过牌，他在过牌。他在过三个大傻叉啊！他在过三个大傻叉，因为直接砸了啊！亏翻了，他亏翻了，结果他亏翻了，年轻，我只能说很年轻。然后又在过牌，先把电塔立上，然后把彩旗交上。我们看打哪一路？讲道理的话，应该是打右路，因为直接砸了。不管不管，来什么都不用管，一道闪电全部带走，还在过牌，还在过牌。你个黄毛小屋想怼死我，你搞笑吧朋友？黄毛小屋就想怼死我，啊，他又在过他的三个大逗逼，啊，没有再过，没有再过，没有再过我就放心了。啊，他现在不敢过三个逗逼了，他怕亏费用，所以不敢过了。烦不烦？烦不烦？这个自闭烦不烦？这没有用的，这没有用的，没有用的，没有用的。三个逗逼就逃脱不了逗逼的命运。最后一把火箭带走。我只能说你很有想法，很有想法。他不是一个房子流派，他是一个费用特别高的一个奇怪的流派。房子太大了，没地方放。这个解释我觉得说得通。狂暴房子流，是的，他的这个打法是什么呢？用爸爸塔，用这个炸弹塔用来一个防守，对吧？然后狂暴配三个逗逼，这边如果这个房子可以提供一定的输出，可以用房子去牵扯一路，然后也可以用房子去。房子就是前排啊，对吧？房子就是前排啊，吃了我这么多火箭，你敢说它不是前排吗？再来吧，我们的自闭上风还是挺舒服的。感谢，这个是 HRSCTC 送的 UI。干你大爷，干你大爷！对手这个名字非常不友善。过牌，过牌，过牌。啊 ，Showtime！ 算了算了，不砸他，给他留一条生路了。这边其实讲道理可以砸一下。但是我不知道对手这一波攻过来是些什么东西，所以他是忍了一手。先垫，先垫，先垫。
有点亏，有点亏，我觉得费用有点亏，怎么办？哇，他没东西解了啊！交出亡灵大军来解，可以可以。那我花一费就可以把你的亡灵大军解掉，这样的话费用就非常赚了。一费减四费啊，这边特别赚，还是无伤解掉了。目前来说，我赚了个赚了一个这个叫什么财气，那我要不要去消耗一波呢？哎呦，法师，皮卡上，皮卡上，啊，砍到了，啊，被砍到了，被砍到了，砍一刀，哎呀，我预判一个电多好啊，预判一个电就好了。可是那个地方预判不科学啊，它有可能是往两边交啊，毕竟电的这个范围太小了。怎么说呢？预判这件事情吧，我觉得讲道理还是不要轻易用。他射我，有点过分。预判了。炸不炸？现想问你炸不炸？再来一个，这一波他要交那个亡灵大军来接我，所以还是可以预判。炸了炸了炸了，没了没了。分开下，分开下，把那个小骷髅下在后方。哎，皮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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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做傻事啊 ！OK， 还好皮卡没做傻事。啊，各种送啊，各种送，对手已经放的不要不要的了啊，开始各种送了。来，来发火箭庆祝一下。哼，打的不错。怎么样，撂不撂？撂不撂？还可以吧。自闭儿童欢乐多是吧？你把自闭这么过河，丢自闭儿童的脸。自闭开始疯狂砍人啊！感谢这个第一送的鱼丸，说好的自闭呢是吧？我们自闭也可以玩出一点别的风格来，对不对？作为一个娱乐主播，大家我给大家带来欢乐啊，是最主要的，最主要的任务。我们自闭偶尔过过河，大家应该是挺欢乐的啊！感谢徐爽送的啊，徐爽。少年你不行送的鱼丸，还有徐爽送的鱼丸，这两个名字好冲突啊！还没有输对吧？还没有输的话就不讲段子了，回头来讲点段子。我们输了之后讲段子，好吧？感谢见不见就那样送的鱼丸。这样都没过到彩旗，我真的是有点伤。我现在落了好多费用啊，我这个放的非常的危险啊，大家不要学我，我没有牌可以过了，哎，全都赚回来了，全都赚回来了，这一个炸弹塔，我不过河的朋友，冰法，哇。法师，法师怎么办？法师这样办，法师这样办。讲道理，放彩旗比较好。他这一波他是打石头，所以这一波不是那么快可以攻过来。关键是我现在手上没有那个了，没有那个叫什么了，好方啊，卡得漂亮。等他先开枪，等他先开枪，这边要垫一下来，垫一下来，要垫一下来。
糟糕，石头打到塔了，很糟糕，我只能说很糟糕，这波好伤，赶紧偷点费用吧，像这样的话赶紧偷点费用，赢应该还是赢了的，讲道理赢应该还是赢了，因为对手的套路其实已经差不多了，我们非常清楚对手的一个套路，这边砸掉吧，不能给他费用了。最关键的是什么呢？就砸掉之后，我们还可以打一些输出。砸掉之后，我们可以用这个小歌名进行一波消耗。哎呀，这个太不是时候了。不能砸，先放彩气，优先放彩气。这边怎么办？不砸不行了，我的费用已经冒泡了，各种多余了。过牌，三个彩气的话就比较健康了，这样的话关键是可以用来砸他的法师了。好，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了，终于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了。然后把电塔全部立起来，继续开始避，电一下。打掉交换剑小骷髅，然后远一点放这边。哇，又来一个，殿下，不行，要彩气拉了。哎，彩气没拉住。20秒，我丢两发。我不想赢，我如果不想输的话是很容易就不输的，但是我这边想赢。来不及，伤害不够，哎呀，差一点呐，差三秒钟。三群为什么拒绝人加入？三群有拒绝人加入吗？我看一下，如果拒绝的话，有可能是满了，没有拒绝啊，我没有看到拒绝。要输对密码才行，是的。便便别走，主任没来。哦，输了是吧？平局没有输。输了，我们讲故事。啊，我们的这个叫什么？我们的核心就是啊，少点真诚，多点套路。几级可以用这套？这套不要学，这套节目效果特别棒，但是，上分很困难。啊，感谢发条路过送的鱼丸，那、啊、再来吧。输了给大家讲一个恐怖故事。啊，感谢 Just One 羊送的鱼丸。输了给大家讲个恐怖故事，好吧？不是鬼故事，恐怖故事。上次讲了一个鬼故事，结果走了4000的这个女粉丝。我赶紧过到我的核弹了。他好像没有读到我的采集器吧，是吧？好像没有读到吧，是没读到这个位置，没读到吧？好像打哪路呢？他竟然选择跟我打右路，我就跟他打右路吧。土炮是什么鬼？你总不能给我掏出个迫击炮来吧？并没有耗到血，我不想掉血，我觉得万剑都可以交。关键可以交，不行，哎呀，还是丢早了。我想抓住对手的那个黄毛出来的那一瞬间可以丢上去，那是最好的。他是个毒房子是吧？房子我砸的可能没他快呀，怎么办？这个好尴尬，砸的可能没他快。
这边是不是可以消耗一波？这个牌总是要过掉的，所以可以消耗就消耗一点，哪怕一点点的血也是可以的。采集永远优先下，现在任何情况下优先下采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反正我这些都是过牌也无所谓，就是只要采集好立刻下。它是一个堵房子，所以这边只能这样打。好了，这个时候要稍微等一下了。还没砍到，没关系，第二刀砍到了。哎呀，应该炸黄毛的，炸错了，炸错了，炸错了。采集器永远优先下啊，采集永远优先下，我们要保证四个采集再采，要不然打不过他。哎哎，我连线了，我连线了，哇，这一波有可能导致我崩了。哈哈，没崩没崩，没崩就好，没崩就好。对手放弃了吧？还不放弃吗？还不放弃吗？哎呀，还不放弃吗？卡组截个图，可以卡组截个图。强烈不推荐大家玩我这套卡组，强烈不推荐。不是因为这套太强，是因为这一套太难玩，真的。我没有骗大家，这套很难玩。感谢姚大王来巡山送了一关。卡主，等一下贴一下卡主啊！感谢吴小王送的赞，卡主呢？卡主呢？好 ，OK， 找到了。哎呀，我把奇怪的东西拉走了，要拉这个图。好了，啊，感谢了停就与他想想他与就停了啊送的赞，还有797077啊707079111送的元，还有我爱无爱无爱 C 无爱操叉叉啊无爱操叉叉送的520，还有这个冰冰雪石送的元啊，感谢 AA993419978送的赞，还有 Team 兄送的鱼丸，来再来一波啊！好多人送，好多人送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哎，你们这个是不是送这么多，想把我的摄像头、我英俊的脸庞给挡住啊？哇，我终于，哇，你们心机太重了，心机太重了，心机太重了，送这么多肯定是为了挡住我的脸，心机好重啊，你们。输了讲故事，输了讲故事，不着急不着急，我们输了讲故事。哎，对手是个炮，我这还不是特别好处理，我直接砸掉算了，给他开一炮，给他开，好亏好亏好亏，莫名其妙亏了好多费用。呀哈哈。他打我右路，他打我右路了，给他砍，给他砍，给他砍，这个血卖了，我打迫击炮卖血不科学吧？可是我没有东西守啊，刚才这个小骷髅刚才下不下去，对手是个迫击炮，他的主路下皮卡，右路下迫击炮，我随时准备把这个叫什么给顶上去，往这边顶比较好。哎，你高好吧？你比我高，你比我高，我没有算到这一步。我确实没有算到，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玩，这样的话好尴尬，全都要亏的费用几，好尴尬，好尴尬。小皮卡砍爸爸，可以吧？小皮卡砍爸爸还是可以的。彩旗放在靠前两个的位置，这样的话可以。挡住那个迫击炮的进攻，当然他要这样玩，我也没办法。砸砸砸砸砸砸砸！
炮表还是蛮贱的，而且这是个很猥琐的炮表啊，他不打我，这个真的是很贱。分开一点下，这边要被电了。可以可以，感觉要炸怎么办？抢不过他了，我们有费用优势，抢不过他了。这个炮表会玩的，他不让我建立起优势过来，这样的话我就抢不过他。好了，这个不用管了，这个不用管了，再来个彩旗，两边1300，他是1500。这个炮表会玩，这个炮表会玩，他会不会打我的左路？我觉得有可能打我左路，打右路是吧？爽不爽？文件可以交了。哎，干什么呀？乱放一些奇怪的东西，不要随便预判我。啊，砍了一刀，砍了一刀。39，打不赢了，打不赢了。我们守平，守平，守平。打不过了，打不过了，这已经显然打不过了。小皮卡砍爸爸还是很猛的。小皮卡砍爸爸。这边如果砍出一刀，我觉得还有戏。哎，算了，没戏了，没戏，时间不够。这个炮表会玩，这个炮表会玩。他慢慢的滚雪球，然后不让我把费用攒起来。那如果我们把费用攒起来的话，打他是很轻松的。主播的 ID 是什么？便便伪装黄金呢、啊？便便伪装黄金呢、啊？对吧？这么灵性的一个 ID， 你居然不记得、啊？这个水友要批评一下。这么有灵性的一个 ID， 炮表砍一刀有什么戏？砍一刀也没戏了，是吧？昨天没来，因为昨天家里停电了。主播明明可以。这个卢拉 M， 来给个房管，给个房管啊！我们这位卢拉 M 说，主播明明可以用颜值上分，却偏偏要用这种套路啊！我很欣赏这种，很欣赏这种说实话的小伙伴啊！我们的直播间可能有些新来的小伙伴不太清楚啊，我们的直播间呢是这个推崇这种真善美啊，感谢18679737726送的赞啊，推崇这种真善美啊，我们要多讲大实话是吧？多讲大实话。这个非常欣赏这种有眼光的水友，哎，不要挡住我英俊的脸庞。那个，哎，礼物慢点送，礼物慢点送。哎，我被你们挡住了，我被你们挡住了。来，那再来一波，再来一波，2391杯啊、最后再来随便打200啊！感谢想他的雨就停了啊送的赞，还有这个撸蓝 M， 哎，我的脸，还有那个鱼和水对话送的赞啊，送的鱼丸。你们太调皮了。小肥羊火锅有限公司，我只能说他这个彩气放的位置不是特别的好，被我白白的消耗到了一点圣水，同时也消哎一级的皮卡有点奇怪，不是还是打出一些伤害来了，打掉我多少血啊？打掉我400点血。挡的漂亮是什么鬼？10套，那我不消耗了，不消耗了，那这一波不要消耗了，这波砸一下算了，圣水毕竟满了。三级的时候石头还是蛮凶的，对手是有龙，这个放在什么位置呢？拉到右路去打吧，我觉得。这个安排是不是特别棒？我们兵力的这样一个安排，一个分布是不是特别棒？落后对手120点血，但是我有2个彩旗在工作，赢了，感觉已经赢了。
这把稳了。看他们砸点什么东西，尽量往角落里面砸，因为他喜欢在这个后面下兵。好吧，应该是没什么戏了，那就交哥布林去消耗一点。小骷髅也可以上，小骷髅也可以上。我们这边尽快把我们的彩旗放进去，马上进入双倍时间，所以对手要来很凶猛的一波的。这个时候我可以感受到一阵这个一大波凶兆正在袭来，所以这个叫什么啊？火箭我们尽量捏在手上啊，不要放，因为很有可能需要用火箭来解牌。比如这个时候，皮卡交不交？皮卡不交，皮卡不交。这个位置应该可以炸到龙啊。OK。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了。小皮卡上去，然后交一发闪电，啊，跟上一个电塔，然后尽量分散一点，关键可以交了。小骷髅可以攻一波，好吧，没有攻出来。对手这波还是蛮强势的，交不交彩气呢？我觉得可以交。他现在费用差我好多啊，这不是差我一点两点吗？差我非常多的费用。他这个彩气是刚刚够那个什么的时候放下去的。不着急，等一下。不着急，可以交关键。这边准备打一下身后那个小皮卡。好，这是我最后一个电塔，放下去之后就不会再放什么防御建筑了。对手应该没有办法组织起完整的攻势了，所以这边我们砸他两发就可以了。然后过一下牌，什么小来什么，这个时候什么小来什么，皮卡可以上去砍，小骷髅可以过，对吧？什么小我们用什么 ？OK， 结束了。OK， 带走。小飞扬虎贵有限公司啊，不好意思，你破产了，输不了怎么办？啊，明智的房间名是什么？多点套路，多点真诚。我看一下明智的，明智也开播在吗？明智叫多点套路，多点真诚。哎，哦，皇室战争这边没有啊，明智没有开播啊，明智没有开播。啊，感谢猪 R111送的鱼丸，输不了怎么办？2422倍了。主播叫什么？主播叫便便伪装黄金，亲们，看一下左上角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边不是我的 ID 吗？亲们，这个位置 ID 主播便便伪装黄金啊，可以来一波关注啊，啊，点一波关注不会迷路。这套怕不怕公主？这套不怕公主，不怕公主。换号哈，可以，来换号吧，也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到这个2400倍了。